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，别看屯子不咋大呀，有山有水有树林，邻里乡亲挺和睦，老少爷们更合群儿。屯子里边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，回想起那是特别的哏儿。兴趣啊，我领你认识认识，哎，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儿啊。哎呀妈，干啥一惊一乍的？咋的了？老伴儿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看，你看，啥？看啥呀？你看看这女的，哎呀妈呀，这咋整成这样啊？哎呀妈呀，看看这嘴歪的，你看着没？这啥呀？整容把嘴整歪了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这我嘴歪的像赵四似的，还没有人老四好看呢。是啊。哎，你看这个，哎呀妈呀，这睡觉都闭不上眼睛。这哪是整容，这是毁容吗？这不是？那可不，老头子啊，可不能让英整啊！你说整这样，你说玉成能要他吗？那可坐地就得离。喂，爹。那个我刚才给你发那个照片，你看没？我没看见呀，你发啥了？哎呀，关于你什么整容的事儿，完了我还给你发篇文章，你一定要看看啊！哎呀，爹，你别给我发那些，我不想看。你要是干啥，我一会儿我过去跟你讲解啊。哎，那个行，我看，我挂了啊。哎，啥呀？这发的是。专门胡聊给我打电话又干啥呀？我发现你这人说话怎么不招人爱听呢？那不爱听你还找我干啥呀？下车。我下什么车？下车呀！我事儿还没说呢。我说话你不爱听吗？那说吧，赶紧的。那英子做美容那事儿是不是你圈弄的？是啊。是不就完了吗？咋的了？这样我姐做的不挺好的吗？原来她做美容是挺好的。后来被人圈了，那要做整容，说把鼻子打塌了再垫起来，那好吗？不是姐夫，我姐做整容这事儿我可真不知道啊。再说整啥容啊，不挺好的吗？现在那英子没有脑子，你不知道啊？谁一圈了她就上套，那美容院的人说整容好，那他们就想整容吗？不就这点事儿吗？你说话前你动动脑子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回头我劝劝我姐行不？你俩忙点正事儿，那花圃一堆活呢，你俩不忙啊？成天研究做美容干啥呀？闹得满城风雨的，那大伙邻里邻居看见我脸上能挂得住吗？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再说你老多啥心呢？我拿我姐呀，始终就当亲姐一样。你也知道我，我家那边也没啥人，我就是想对我姐好。你老瞎想啥呀？还有个事儿，说。咱俩的谈话你不能跟你姐说啊，要不她以为咱俩做什么扣呢，又去做整容了。行。哎呀，这啥情况啊？里边照这么齐呢？来了，大哥。啊，你坐。哎，人都到差不多了是吧？咱就正式开会啊。前一段时间呢，由于我个人状态就比较低迷。对山庄的一些事情啊，我也没有怎么参与，没有怎么管理，多亏了各位积极努力的工作，才保证了我们山庄正常的运行，在这儿我感谢大家。其次呢，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，我要重新振作起来，跟大家站在一起，好好的经营咱们山庄。好。
忙着呢，这样。二哥，你终于振作起来了。是啊，我们董事长又回来了啊。那个，我呢制定了一套山庄的改革方案，我给大家念一念啊。针对咱们山庄下一步的发展呢，我有几个想法。第一，就是针对咱们山庄的服务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山庄对来的游客实行一对一的贴身服务，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服务无微不至。嗯，对。第二呢，就是人事方面的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想让咱们山庄实行轮岗制。那个，什么叫轮岗制啊？大哥，这个好理解，就是我们的岗位来回换动。好比说明天你当总经理，后天我当总经理，是这意思吧，二哥？对，大体就这个意思。啊，就是风水轮流转，明天到家呗，差不多是这意思。但也有可能明天你被安排是厨师，后天是保安。啊，那个，我是不是也有机会能当董事长？对，全有机会。咱们大家能不能别瞎胡闹啊？啊，这每个人的他的素质和他的能力那是不一样的。那怎么能说轮就轮呢？你评理子，你是个保安队长，还有厨师长，那你们怎还能当董事长啊？张总，你那话说的不对，那像我们草根儿，不也有梦想吗？对呀、啊，人家李总以前不也是保安出身吗？是啊。那我现在就保安队长，当那个董事长，不也是有可能的吗？评理子，我说这句话啊，你别不爱听，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是从咱们工作角度上来讲，咱们是专业的人。就得干这专业的事儿，你说你是瓦匠，你气好强，对不？你厨师，你炒好菜啊！你厨师长，你去当董事长去了，那怎么的？让董事长啊去炒菜去啊？我张忠伟，我去炒菜去。你要宋晓峰去炒菜去，谁吃啊？啊！我这实在控制不住了，我得说两句啊，听得我这五脏六腑这上下都喘气儿。什么炒菜乱七八糟的，说谁呀？啊！英雄不在出处，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。你别一棒子全打死。过去我是保安，是不是？董事长是保安，如今呢我是总经理，他是董事长。你也别搁董事长跟这边压我，不是压你，我是实话实说。现在咱们山庄呢是刚刚进入平稳期，说白了，现在咱们这个业绩是渐渐的往上升，不要随随便便就改革，咱不能瞎折腾。另外，董事长刚才你说这个，说是一对一这进行服务，这个事儿我感觉还是欠缺考虑，因为呢，咱们现在咱们山庄。人员本来就不多，这人员也不够啊。你不够，你可以招服务员。你招完你不花钱，你得开支啊。买卖好不在岁数，就差那两个钱吗？还怎么就不差呀？那开销是不是得从咱们山庄里往出走啊？你能不能考点大局？你俩别吵吵了，听董事长说两句吧。其实我弄这个轮岗制吧，就是希望大家能互换一下岗位，然后理解一下不同岗位的难处和辛苦。然后让大家能够互相帮助、互相理解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吗？这意思。但是这么一看，大家好像对这个还有点不同的意见哈。那也没事儿，这样，我再改善改善这个计划，等什么时候这个计划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了，然后我再开一个会，咱们再共同探讨。这，呀，银平啊，不，李园长，你找我有事啊？我今天来找你，不是以园长的身份来的，我是以你朋友的身份来的。啊，那有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方丈，我想给你介绍个女朋友。啊？你给我介绍女朋友啊？嗯，我跟清明都研究好了，这个女孩特别适合你。哎呀，我谢谢你和白清明啊。其实我现在不想处对象，其实我心里已经……哎呀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，还不想处对象？我真不想处对象，我再说我也没见过人家。一会儿你不就能见着了吗？方正，咱俩认识都多长时间了？其实你心里怎么想的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你放心，这女孩你肯定能喜欢。我有点紧张啊。紧张什么呀？你收拾收拾啊，打扮帅点。我一会儿来找你啊，快点啊！哦，
真挺不错的。嗯，是吗？对，长挺好。是。算我往里晃悠啥呀？啊，你有事儿没？要是有事儿，赶紧说。没事儿的话呢，你干啥去？我忙着呢啊。哎，就是我二弟那个抉择整挺好啊。啥抉择呀？就是轮班当董事长的事儿呗。哎呀，我的，宋晓峰，你做梦呢？还轮班当董事长？那能行得通吗？那根本不可能的事儿。你不想当董事长过过瘾呐？过啥瘾呢？那当董事长又能怎的啊？那不就是个职称吗？再说了，你当董事长有啥作用啊？啊？那股份、那股权还是在李董事长那呢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张文，你的野心不小啊！你还要股份？哎呦我的天哪！宋晓峰，你能不能不歪呀？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股份了？你刚刚说完呢，你要股份，那得，哎呀，这咋的呀？这股份那不在那李董事长那儿吗？咋的？是不是你说的？我说职位多大跟咱没关系，这股份本来不就老李家的吗？呀，你当的不错了，还要股份呢？你脸真大呀！宋晓峰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想跟你多说话。你有事儿，工作上的事儿，你跟我说；没事儿，赶紧走。怎么的了？没事，那个倒水不小心倒手了。哎，没事。你别动，你过来，你快，你还干啥呢？这都红了，没倒。我看看。哎呀妈呀，这，哎呀妈！你先给他浇上高粱，你整一下能好一点。能行吗？行。还瞅啥？快去呀，整凉水去。啊。啊。别动，别动，千万别动，千万别动。没事，没事。没事没事，你先别动，你别老乱动了。哎呀，你这老，你这干啥？你真得注点意呀、啊！你整那，你这烫的，你说你。哎呀，没事。来来来，来慢慢，别动啊！拿来，你不懂，别动啊！好，哎，千万不能误一会儿啊！哎，对。瞅啥？把这都收拾收拾啊！你这。哎呀，没事，那个事儿你放那吧，一会儿我收拾啊。闲着也是闲着。放那吧。清明老弟呀、啊，我这心还是挺忐忑。你紧张什么呀？没事儿。我觉得我没准备好，我再回去好好准备准备，改天吧。哎，别，改什么天呢？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，这都是老天最好的安排了。我怕他没安排明白呀。安排明白了，你放心吧，一切都水到渠成，这事儿指定成。能行啊？能行。你好，先生您好，请问您订的是哪个包房？305包房，白先生订的。啊，你好，我帮你查一下。啊，白先生，很抱歉，由于我这面之前的疏忽，咱之前电话预定的305包房已经被预定出去了。啊，那，哎呀，那行，那我再回实话。哎，别，你等会儿，那还有没有包房呢？啊，那这样我为您安排307包房，房间户型都是一样的。这边我再赠送您两杯饮品，你看可以吗？行行，谢谢。行，那我去帮您安排。好。干啥呀？饭香倒贵的。我那欢子油呢？买的吗？欢子油啊，哎呀，好像上回兰妮手烫了，刘能媳妇拿走了。那还回来没有啊？没有印象，反正没还。那你这干啥呢？一天呢，借出去东西还不还你都不知道啊？那干啥的？我天天还得给你看着欢子油啊！你不看着你那不是自己家的东西吗？不是，那你说那玩意儿，谁能天天使的？那谁手烫了，谁就拿去了呗？那拿了行，你不得拿回来吗？拿不回来你都不知道，你说你这是干啥呢？一天你稀里糊涂的，你这着急用的时候就找不着了你。这家把你急的，我手烫了，我也没看你急这样事的。哎呀，别整这没用的。你赶紧快找找我！这是307房间，实在抱歉，我去为您准备饮品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坐这儿。哎呀妈呀，老弟呀、啊，老弟，又怎么样了？太紧张了，我改天吧。哎，别，哎，你别改天，你听我说啊，你得勇敢点儿，你得勇敢迈出这第一步。如果你迈出了这一步，即使结果不尽人意，你只是失望一阵儿啊。那如果你不迈出这一步，你不得后悔一辈子吗？
你说的也是，我听你的，我也不想留下啥遗憾。哎，你就等会儿吧。嗯。我去看看他们怎么还没来，啊。行。哎呀，你快点啊！迟到了。哎，你回来！你干嘛去啊？银平，我想了想，我还是不去了。人女方在那等半天了，你现在说你不去了？你这我也没见过人家，长啥样我也不知道。再说了，主要的是我对我自己都没自信了。你不一直挺有自信吗？这会儿怎么没自信了？那是以前。真不行，我真不去了。我回去了。行，我跟你保证，人家肯定能看上你，你也肯定能相中人家，行吗？这能行吗？快走吧，你看这打电话催半天了都，快点。妈，我知道了，我都来相亲了。哎，你好，305怎么走啊？这边请。哎，谢谢啊。我知道人家条件高，长得高，学历高，我好好唠。放心吧。看你还不信，要不我一会儿给你拍照行不行？现在就给你拍行不？心有点跳呢，你这都迟到多长时间了？你赶紧吧，人在这等你呢。啊，哎，别磨叽了。行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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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没在，快，人没到了，人没到了，没到了，没到了，行，没事，快进。呀，他们好像已经到了，在哪儿呢？哎，包都在这儿呢，你坐着等，你先坐着，我出去找找啊。哎，你就在这儿等，别乱跑啊。那你快点回来啊，等着啊。哎。我来拿那个我们家那个欢子油，上回那个你家兰妮烫了，不拿这来了吗？啊，我们家保姆烫了。哎呀妈呀，那个啥，就那个我拿老赵去了，那我给你取去吧啊。你那拉倒吧，那还卖一个搭一个干啥？那我去取去，那我走了。你待一会儿啊，嫂子。不待了，不待了，走了。不用来啊。哎。啊？你是来相亲的吗？是啊，你是？我也来相亲的呀。啊，那坐吧。你好，两位，请问现在可以点茶了吗？你先给我来一杯果汁吧。给我来一提啤酒。好的。啊，那个，我喝点啤酒，紧张，壮壮胆儿。哎呀，你别紧张。那个，我叫小爽，在象牙山，做一名主播。啊，你好。嗯。我叫方正。我听我介绍人说的，你那个个儿挺高啊。啊。
可能介绍人看着我的时候，我坐着呢呗，因为我上身长，坐着显个儿。还说你那个学历挺高的啊，我是师范大学毕业的。哦，现在当老师？当保安的。啊，那怎么当保安了呢？啊，之前呢当过几年老师，又评上了骨干，没怎么干好，后来就当保安了。啊，也挺好的。嗯，来，您的果汁，谢谢。啤酒，谢谢。二斤半肉。嗯。哎呀，啊，你好，女士，啊，刚刚很抱歉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事没事啊。那个，我问一下，卫生间在哪儿啊？啊，出门左转，305对面。我带您过去。行啊，好，这边请。好，这边请。我看你条件也挺好，长得这么漂亮，你怎么还单身呢？嗯，我吧，之前有一段感情经历，嗯，然后呢，我自己觉得不太合适，所以说就没有再谈恋爱，然后一直就专心的工作。就是我爸妈他们着急啊，天天催着我，你得相亲，这么大年纪了你还不结婚，你干嘛呀？这不就来了吗？老人都着急。嗯，那你呢？我曾经也追过一个女孩，追了好多年，她走哪儿我跟着哪儿，后来都影响人家生活了。那你后来追到了吗？没有。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，爱一个人就得让他幸福，所以我选择放手。我特别喜欢他，我每分每秒都想看到他，只要能和他在一起，哪怕说一句话，我都心满意足了。他人善良，而且还有爱心，跟孩子们在一起玩耍的时候总是笑，他的笑容照亮我一切，所以他在我心目当中，他就是我女神，我的心里全是他。听你说这些，能感受到你当时是不是老喜欢他了？嗯，我非常的喜欢他，时时刻刻都离不开他。方正，嗯，赵群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赵群，你干啥呀？赵群，哎呀，你这是干啥？赵群。好了好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方正，我问你，你心里是不是还有李银平？这没有啊。你是不是还喜欢他？我不怎么喜欢他。不怎么喜欢，不还是喜欢吗？啊，喜欢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既然喜欢他，你为什么答应要来相亲？我没有啊，我那啥，我本来不想来，是银平叫我来的。银平说啥你是啥呗。啊，银平啊，不是，哎呀，不是那意思，赵群。又是李银平。不是这赵群，那个别，你别喝了，别喝了，赵群，啊，别喝了。哎，我给你打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啊。我正给你打呢，找你半天。方正呢？上去了。你别提了，半道上他又打退堂鼓，好不容易给他拉过来的，已经上305了。咱们换房间了，305有人预定了，改307了。什么时候换的呀？咋不早说呢？他已经去305了。别喝了，赵群。你别喝了，你别说话。方正，我再问你，我对你好不好？好。咋好？
哪儿都好。你是真把我当爷们儿了？你以为我一个女孩，我就愿意跟那老爷们儿去干仗去吗？我不都因为你吗？我知道。你真以为我赵群没人要吗？这么多年，我相亲这么多人，没有一个我相中的。在我心里，我一直给你留一个位置。是。你就忍心这么伤我？我真的这么折磨我？没有，赵群，你拿我当三岁小孩了？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赵群，不是，这别喝了，赵群，好了好了，赵群，好了，别喝了。赵，哎呀，哎，正好，你女神也来了，清明也来了，有啥话你就说吧，都说明白了。清明，我咋说呀？说。赵群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事怪我。小爽，那个我们走错屋了，对不起啊。你看看，行了行了，都不重要了。方正，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。你到底想不想跟我在一起？那个，赵群，就是不是不想和你在一起，其实我不敢。行了，别污了了。以前我还拿你当个爷们儿，就你这扭扭捏捏这出，我真瞧不起你。不起来，赵群。哎，哎呀，方正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你说人女孩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你就不能表个态吗？不，怎么表态呀？不好意思，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呗。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，想不想跟人在一起？我想。美兰呐，啊呀，媳妇儿，你咋来了？那啥。我着急，我们家那个保姆啊手烫了啊，完了我来取欢的油。我们家的欢的油就是当时兰妮烫的时候刘能上我们家去借的，完我上刘能家取去了，结果他说兰妮带回来了，你快给我找着啊。是有这个事儿，但是那回我脚叫兰妮带学校去了，脚疼飞了，他没带家去吗？啊，他这还没跟我说呀。是不是咱兰妮没交给人家？晚上回来我问问兰妮。你拉倒吧，你可别问了。那什么，我走了啊！你这到屋坐会儿啊！哎呀，拉倒吧，都可着急了。走回来没有啊？没有。怎么的？上那个刘能他家去了，完了英他妈说的，兰妮儿回老赵家就带回去了。到老赵家了，你说那个美兰子又说的，兰妮儿拿学校去让腾飞给带回来了，是不腾飞带回来了吗？我没看着呢。这家要这么大个圈子。你给永强打电话，让他镇上去买去。打啥电话？打电话呀！那孩子那么忙，你还得折腾他一趟。不行的话，得抹点大酱得了。你净瞎扯！那大酱抹什么时候能好啊？那咋的呢？那我当时手烫的时候比他那还严重呢。嗯，不也抹大酱了吗？他也没咋地，我就看红了，那就没有就抹大酱，对付对付呗。那是对付的事儿吗？你不赶紧让你好啊，还抹大酱？你那手跟人手能一样吗？那咋的？他手是手，我手就是爪子呀。哎呀，你别说那没用的，你那手没手值钱。他手咋值钱了？你给我说说来。人家长了一双会做菜的手。嗯。人家在教我做菜，完事我去比赛，我拿了冠军，得10万块钱大奖。那你说比你值钱不？还老问。你都搬钱眼得住去了吧？不是搬钱眼儿，那谁这辈子不得离钱能活呀？别说那话了，你自个啥心思你知道吧？我什么啥心思？你自个啥心思你不知道吗？我没有什么心思。哎呦我的妈！这还人烫了之后来就给你小手扳过来，这俩看的七仰八叉的看呢。哎呀，你别整些个没有用的。我整些没用的，妈这给我呲的，让我递这个递那，呲的我像狗似的。干啥呀？我也是人，那个那瞅着呢，那我多没面子呀！什么玩意呲的你像狗似的？你怎么现在岁数越大，怎么学又歪呢？你怎么？那你说当时手烫了，谁不能拿看看这手什么样？那情急之下，话说当时我都没拿我当个男人。那你拿你自个当啥了？我拿我当医生了。那你说，我就看看你手到底烫的什么样，那不太正常了吗？你可拉倒吧，你还是医生，你就是个庸医吧？哎呀，别说话，快点打电话。别打了，打啥打？一会儿腾飞放学回来了，马上就到点了，他回来了就问他一下，他拿哪去了，就不就完了吗？那万一他在学校没拿回来怎么办？你不又给人耽误一宿吗？还不想接，来吗？那老胡啊，你这咋老半天也不接，忙活呢是不？你能不能过来一趟？我想跟你再见一面啊。
但他咱俩还有见面的必要吗？我都说了，我不对水厂，我也没那闲钱儿。我呀，不是找你对水厂，跟水厂没关系了。咱俩还能唠点别的吗？我马上呢要搬家了，我寻最后咱俩聊几句，你看行不行？搬家？往哪儿搬呢？我这找着房子了，我找个小房挺好的，我想搬出去了，这个地方容不下我了。我寻咱哥俩再见个面，跟你合计合计，好不好啊？你想来吧？你说你好好的房子不住，好好的家不待，你跑外边租啥房子去？你这啥玩意儿啊？你是跟我正常说话的吗？哎呀，我想自己住一段挺好，你到这我告诉你怎么事就完了，咱俩聊聊行不行啊？不是，你关键是我不是都破例一次了吗？你是不想看我家了，还是不想看着我了？我寻思以后咱们见面就难了，你来一趟，我有重要事给你交代一下子，好不好？你来。那行吧，那你熬点大沙粥，我想这口来。我俩装上了。装啥呀？装。对不起啊，没事儿，不好意思。赵群，啊，我以前太年轻，都是一意孤行，可是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我不是以前的方老师了。那不是挺好吗？最起码你是我一个人的方老师。赵群，嗯，对不起啊。你不会怪我吧？我怎么会怨恨一个深情的人呢？怨只怨我没有得到那个人的深情。赵群，你说的太好了，太有诗意了。我想做首诗。我与春风接过客，你携秋水揽星河。方老师，你太有才华了，以后有啥事你就跟我说啊。大棚的菜都下来了，我多给你拿点。赵雪，你人真好啊。赵雪，嗯，我可以对你深情吗？你别说深情了，你咋的都行，方老师。啊，嗯，但是方老师，你刚才说那两句我都没听懂，你说点我听得懂的呗。听得懂的啊，也有。破锅自有破锅盖，蛤蟆也有青蛙爱。哎，这回听懂了，走回家做菜。你这两天你先做饭，完了洗衣服拖地啥你都先监管一下子，等小张好了完再让他干。你给他安排的？是啊。咋的了？他手不就是烫了吗？是烫了，那烫了就不能干活了。那烫了也不是折了，再说也没烫咋地，不就烫红了吗？你说那玩意儿说的，烫啥手都不能动了吗？那就休息两天，你就干两天活，他好了他再干不就完了？那他两码事儿啊，人让人心不痛快，你知道不？咱家没有这么个人来的时候，啥活我都干。我手烫比那严重的时候，我该干活也干活了。孩子大人，我哪也没耽误伺候你们，连吃带洗带涮的，那怎么的？他来了，就烫那一下子，那也不是折了，那就还得打个板给供起来呀？咋的？你缺妈了还是缺奶奶了？说话注意点好不好？你家祖宗啊！啊，你再这么说话，别说跟你急眼，听着没有？跟谁急眼呢？跟你急眼怎么的？说啥话呢？你咋那么歪的呢？你雇人家这属实工伤，说白了人没讹你就不错了，人就躺着迷糊了，手不行了，你不得挺？我给他烫的。你谁烫的？是不是给你家干活呢？
他给我家干活，他搁人烫的，我搁人烫的，是不是给你家干活呢？他瞎，他搁人烫的，跟我有啥关系？你说的话就你都是个女人，有点同情心行不？你别跟他好像我多坏，我没有同情心似的。你自个儿啥心思我不知道吗？我什么心思？你老歪那什么玩意儿？再说我都说过，那手比你的手值钱。你值钱，你养他去，跟我没关系。你别给我整些没用的啊！你记住了，赶紧做饭。不做。你不饿啊？我不饿呀。你不饿，别人不饿吗？谁饿谁做呗，我不吃了。行啊，你就这么往下走啊，早晚有你好果子吃。再喝点，不能再喝了，我失眠都。这失眠跟喝茶有关系吗？太有关系了。我不行，我喝茶也失眠，喝白水也失眠，我试试糖水也失眠，苦水也喝过，也失眠。你就失眠了，就失吧。哎呀，老胡，今天呢，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就是跟小燕这个情况呢，已经就是走不下去了。我跟小燕也聊了，聊得挺好，她也同意。我都准备撤除了。哎呀，原来啊也一直在挽回，我一看没啥希望了，他心说实话也不在我这儿了。我寻思这么往下再往前过呢，就不如两个人都分开，分开会比这幸福，也给他空间，我也想要的另外一种生活。那些琐碎的事儿啊，确实能够改变一个人呢。可能他以前也想过吧，以后的生活会鸡飞狗跳的，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个琐碎的事儿。但是人家为了你，能够放弃自己，能够变成生活里最质朴的女人，你得珍惜。老胡，说实话。我都把心掏出来了，都让他看了，他怎么也看不出这心是个红色的。我也不知道咋做了，这已经是，可能就是缘分已经到这儿了，到这儿了呢，你就别往前维持，维持都痛苦。小燕现在看着我，她痛苦，我呢也痛苦。说实话，都这么痛苦了，就不如都解放了，我呢也不会有那些负担了。现在我又不是以前。变成个穷光蛋了，要啥没啥，就是越来越老了。你说我能给小燕啥？按理来说吧，这个小燕跟我俩离了，你说你再找谁也没，我也没啥掺和的余地了。但是我都觉得你俩确确实实挺合适，从各个方面，情趣爱好，包括你这个人，说心里话比我优秀的多。要如果你们俩能够结合到一起，我是从内心祝福，我也就算心里头也觉得小燕找一个非常好的归宿。我干啥呀？
上升起一弯月牙。月牙弯弯，正把那个月光洒。人都管月牙叫月老，月老儿转吧转吧那个红线扎，红线儿扎紧两颗心，两颗心为啥就不在那个一疙瘩呀？夜深了，月牙出来了，月圆了，心儿更亮了。今晚夜深人不静，都等着月圆，月圆进咱家吧。